是高中学生，十年级，我15岁。我已经击剑学了快到6年了。我今年2015年是美国国家队。为什么要练？我为什么开始击剑？我开始因为我看到我的朋友蔡尔文，他也是击剑7到8年了。我看到他在中国报纸里，所以我妈妈看到了，她说我也应该击剑。还需要他带吗？等一下，你看他这个。